谁说格斗游戏只能靠手把来操作？用全身来玩是不是更有 feel？ Ubisoft 公司日前就宣布一款 Twin Connect 体感摄影机的专属格斗游戏。体感格斗要让玩家真的挥舞手脚来透扁敌人，玩家能不同特色的格斗家中选出一人进行游戏，并依照画面下方的指示可以打出70种不同的武术动作，甚至搭配语音使出具有威胁性的连续技攻击，而自己所操控的角色会随着不断的战斗而获得成长，同时还支援网络多人合作模式，让玩家可以跟朋友透过网络一起合作打倒敌人。新鲜的体感玩法可是格斗游戏的一大计划哦。